流，刚刚退水，发现这边有水草的地方，一个鱼窝，先把这个网搞下去，看一下今天能收获多少。先把网围住这个鱼窝，这里一个鱼窝特别多鱼。哎呀，特别多！看一下，一群小伙也来这边搞鱼哈，看一下搞了多少。哇塞，这个什么鱼啊？这个非洲鱼是不是？还有很多河蚌哈，应该够你们吃的了。等一下，这里一个鱼窝。现在这群鱼窝被网围住了哈，我用这棍子把它赶出来。哇塞！你们看到这个网上应该布满了鱼，看一下这网下去能搞多少啊？没想到一网下去，大家相不相信？搞了应该最少有100多条，现在下去收网了，大家看收获啊！哇塞，密密麻麻的网上哈，爆满了网，应该最少都有100多条。把网先收起来，没想到太多了这个鱼窝。来来，给大家看一下收获，应该最少搞了有100多条。看一下，这个桶里面有2只比较大一点的，差点跑了哈。像这种鱼，朋友们认不认识？非常漂亮哈。但是这种鱼一点都不好吃的，这个鱼窝呀，应该最少有几百条。看一下这个网里面哈，这网里面跟这里应该最少都有100多只，但都是特别小的，个头特别均匀哈。看一下，应该这种鱼一点都不好吃吧？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朋友认识这种鱼的哈？非常漂亮，但是这种鱼啊，它特别多的骨头哈，是一种外侵的鱼类。我们这边呢就叫非洲鱼。这网的话，朋友们看一下，哎呀，密密麻麻的，但是很多这种脏东西，还有这个鱼也特别多哈，应该最少都有100多条。好了，喜欢看户外抓鱼的，大家可以点赞加个关注，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。好看是。